我们总共7公斤的海鲜意大利面完成，很多姿势。这个挑战很享受。我们来到小印度喽，在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店，然后也有卖很多印度的餐品啊，跟零食。等一下在这边走一走。挑战一个7公斤的意大利面，会有一点小辣，刚好是可以自我特训的时候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去前往店家的路上 ，Go Go！ 到了，就在这一间 Brunch， 它外面的装饰好可爱哦。我们先赶快进去点餐。小虎虎，哦，赞赞，哇哦，还有起司粉呢，超香的。我们总共7公斤的海鲜意大利面完成，店家也很贴心，就是怕我就是酱汁不够，然后还准备了一盆给我，那我们就可以预备开始喽，那就。3, 2, 1, go！ 嗯，快点！嗯，很多姿势，对，酱汁，嗯，是不是会看起司粉？很特别。对，我今天实现意大利面自由。你有吃到虾子了吗？我刚刚有吃到虾子的，看起来超好吃，超大只的。对啊，嗯。
厨师的面真的调味是我喜欢的口味，它有点甜甜咸咸的，然后那个起司的味道很浓厚。有辣吗？没有。还没有，还没有体会到辣，可是是非常好吃的。可是你不是说你喜欢白酱跟青酱，你不喜欢红酱？这种的红酱我可以，我很喜欢这种红酱。虾子太大只了，享受。意大利面，这个挑战很享受。挥棒落空，蛤蜊好甜哦，超多汁的。那就先翻干净，翻过八分钟。好，有感受到辣的吗？稍微有点点后劲的，可是我觉得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。这里面很有耶诞节气氛，我很喜欢。这个是我目前吃过最喜欢的红酱意大利面，几分钟了？剩三十一分钟。所以已经过了三十分钟，过了十四分钟。真的很幸福，可以请老板去吃厨师。你是你要多一个甜点吗？要加面，可以吗？挑战成功再有奖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努力。好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搅拌一下，差不多约1.5 kilo。这次我出来有一个英语小老师，两个老师，两个学生，还有我跟另外一个。谁是你跟我？谁是谁？你说你跟我是学生？好，我不要再帮你用英文拉订阅了，你太伤我的心了。You can eat 5 kilo. 8 kilo. 8 kilo. 8 kilo. 没有，我们一起学习啊。
我跟你一下是学生，我们一起学习啊。快去玩。起来跳一跳，嘿！意大利面宝宝，打嗝一下，哦，又可以吃更多。小慧，嗯嗯，第一次看大卫，对对，第一次看到他，哇，很厉害，他用什么时间煮？27分，嗯，不行的，很好很好很好，还有，给你加油，给你加油，谢谢老板。真的台湾第一名啊！然后我完成的时间总共是29分11秒，虽然没有超过整面，可是我很开心可以把这盘巨大的意大利面吃光光。我觉得这个意大利面的口味啊，是我很喜欢的味道哎。它除了有浓浓的起司味之外啊，它还有一点点的奶油香。这道菜的酱汁是灵魂，这一桶很想带回去台湾。好，很开心可以挑战成功，那也很感谢老板再给我吃甜点，就干不呢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吃甜点，然后结束这个行程之后，往下一个行程出发。对对对对对。